祝生娘娘，祝生娘娘即陈乃夫人也，名靖姑父陈昌母葛氏，福州下渡人，生于后梁太祖开平元年丁卯岁，公元907年正月望日亥时，根据台湾县志云，福州下渡陈昌女，名靖姑秉灵通幻，嫁刘琦，运数月，会大汉，因脱胎其羽。寻族年仅20，有嗣。绝云吾死后必为神，救人缠难。建宁府属福建省，字建安，欧宁二县即今之建欧县。曾亲手止步，怀孕17月不产。神见行疗之，残于巨蛇，其父获安。建宁府志云，宋代捕臣徐亲手，台湾县志作陈亲手遗物，将徐作成。媳妇怀孕17月不产，家人忧虑，一妇人到其家，自称姓陈，专一生产，吩咐亲手将孕妇安顿楼上，楼房中间开一洞，令仆人执棍在楼下看守。不久，孕妇生下一巨蛇，长丈余，同洞穴溜下楼，被仆人击毙，孕妇才得平安。徐君手筹以财，诚信妇人执其丑，所一手帕提云，徐君手正救产陈氏。徐君手问其姓名与地址，云福州临水乡陈氏近姑，遂别而去。后徐君手调任福州，查访陈姓妇人，乡人云该地有陈夫人庙，名靖姑，若有孕妇遭难产，夫人常化人形救治产妇。亲手遂到庙参拜，看神像挂一手帕，正是他赠送陈姓妇人之手帕无讹，乃具表奏请朝廷封正神号，又云该地妇人每生产时供奉妇人画像，至平安产下婴儿。于喜儿日向画像拜谢后，将画像焚化。由此可见，其实人人将陈乃夫人为专司生育之神，而称祝生娘娘。所谓祝生是执掌生育，娘娘为尊称之称呼。福州祝生娘娘庙奉祀祝生娘娘，其两旁有配祀36婆姐，其明主王陵所祀之36宫女。根据清凉章章句在推安随笔述陈靖姑事迹云：吾乡妇女必从事临水陈氏夫人，所传灵异事迹，非尽无因。长远十国春秋，乃知为陈守元之女弟。书云：陈守元名下渡人，是民族王陵为道观，有女弟妹名靖姑，常享守元于山中。欲馁欲骊山老母应化，发丹饭饭之，遂受秘录符传，一时鬼物。有关文献则大致采用靖姑上岷山学法之说。永福有白蛇为孽，永福即今福建省永泰县，在福州西南。扰害郡县鸡公进，换为人形。民主王林招请靖姑驱之，白蛇溃围而出，飞入古田井中。古田即今之福建省古田，在福建西北。靖姑围井三匝，乃救秦。民主王林诏曰：蛇媚行妖术，逆天理，引沦后宫，狂害百姓。靖姑率神兵伏之，宫没大焉，特封为顺义夫人，使古田300户以一职为舍人。
清雍正时，封靖姑脱胎之子为舍人哥太子。靖姑持食亦不受，乃视宫女36人为弟子。天仙圣母，天仙圣母即陈乃夫人也，亦为世夫姓黄。知其姓，不知其名。根据《西洋公碑记》云，夫人姓陈，名靖姑，福建闽县下渡人，是朝廷任官巡检使皇宫之原配。至少林义成信一日与人言，吾以事见于太平时，常书于古角言，不日将要作画，我之预言之日作事。卒后建庙在皇室祖居之旁，后常显圣救国救世。闻有一次入皇宫之皇后难产，祈愿者求无不灵应，至今香烟不绝。元仁宗延佑年间封为淑贞夫人，后追封为天仙圣母云云。咱一般普通庙的百姓是大多数忠心义出，但就二祖都不是，二祖都是一个修行人，伊在真修行得道，后来出来传道度世，人家崇拜神仙。我当场是出来传道啊，是无什么成就，因为我学文浅。后来当二祖出伊家教导，所有的道理拢二祖出教我，所以我从二祖出的教导啊出来讲道呢，啊，真正顺利得着。